生活在加拿大的小朋友，与天气舒适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比，需要经历数月的寒冷冬季。然而，他们也拥有其他地方小孩没有的冬季独特娱乐活动，其中包括雪地波奇板、雪地滑板。雪地波奇板就像是雪地板的魔毯，它们通常是色彩缤纷的、轻巧灵活的滑板，专门设计用于雪天。小朋友们可以在陡峭的雪坡上使用它们，仿佛在雪地上冲浪一样。大部分生活在加拿大的小朋友都能在社区附近的小山坡雪地上尽情玩耍。雪地波奇板不仅是锻炼孩子们身体的好方式，还让他们在寒冷的冬季中感受到纯粹的乐趣。这种活动不仅促进了身体的活动和运动技能的发展，还为孩子们提供了与自然互动和社交的机会。